药师如来的第四大愿叫安利大乘愿。那从这个这一大愿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来读它，也就是其实众生自己看自己。我们未成佛道之前，其实大家都叫魔，也还不是成佛者，所以有些时候思想行为还不是很正确，还是叫做外道。这个是怎么广义的来解释啊？在讲到所谓外道这个名称呢，在当时世尊呢，他是讲佛教以外的一切宗教，就是异端，跟我不一样思想，跟我不一样修行模式的人叫外道。他原意并没有说这些外道是很糟糕的，他意思还是尊敬这些愿意修行的人，他们是神圣而应受到尊敬，他们也是离开世俗的这些而去隐遁。所以开始佛教称其他的教派，意思还是尊重他们是想修行的而是苦行的，所以只是区隔说根据释迦牟尼佛所教的这样的理论所体悟出来的这个法印，这样来修行的叫内道，然后自己根据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些经典，这些经典叫内典，相对于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叫做外典。那这个外道是后来后世慢慢的添加了很多比较强烈的语词，然后认为他们是意见有邪说，后来把外道这个名称才变成有一点污蔑，有点排斥它的意味，意思说除了真理以外所有其他的邪法，这叫外道。但最初释迦牟尼佛并不是这样说。那这个地方讲行邪道，当然就是讲所谓偏差的行为。那另外一个角度是还没有办法真正进入佛所教的这样正确来修。当时啊，世尊在对于跟他不同修行的，当时印度的学派有96种，所以里面统合他们的修行模式，他就有讲六种苦行外道，六种修苦行的，有饥饿啊，自己弄得很饿，还有呢投渊外道，就是常年泡在水里呀，就是修苦行。投火复火外道，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接受火这种热度的烧烤，让自己能不能这个时候忘我而提升精神。还有一些自坐外道、寂寞外道都不讲话，牛狗外道，好多种外道，还有裸体外道，就是都不穿衣服的，好多种外道。那外道的理论又有分外道十六宗，就是说你本身有理论基础，你为什么会这样子？还有分20种外道、30种外道，那外道所执着的62种知见，就是外道的62见，还有96种外道等等等等的这些外道。那这些外道里面有一些思想是怎么来的？其实都是大家一起要修行。那一起修行，当时释迦牟尼佛离开迦毗罗卫城，也是到苦行林去。苦行林去，那追随也就是学习啦，学习很多波罗门的修行。那他们一定有理论基础，那大家也是一样，很喜欢修禅修。所以很多外道是怎么来的呢？说个故事给大家听。那有一个外道呢，那他就进入了禅定当中。那禅定呢，因为在修禅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就是不同的经验啊，就是会有一些境界产生。那有一天呢，他就在这个欲界啊、色界啊这样子啊，在
这个神识哦，有触及到这个区域嘛。有一天呢，他就在禅修的时候，哎，看到有牛升天呢，哎，也有狗升天，还有鸡升天，想说，哎，我们修行啊，不是又要达到一个比较舒服，然后比较境界提升的地方，这个牛啊、狗啊都可以升天，哎，反而就没有认识自己的家人啊，或是眷属升天。于是初定之后啊，就跟自己同时修行的这些道友们分享，他说我啊入定的时候，我看到牛哦，看到狗哦，看到鸡，所以呢，我们应该学习他们。你看，他们都不会勾心斗角，他都不会陷害他人，他们只是在饮食上面啊自己喂饱就好，然后他们的行住坐卧都是进入到一种畜生嘛啊。进入到一种最简单的，所以我们就是应该女学，所以才会有学牛啊、学狗啊，那不再用脚站立了，就趴在地上了，用四只脚。然后吃呢，啊，学牛啊、狗啊、鸡啊这种饮食法，啊，认为这样以后可以升天，达到你所想要的某一种进阶的层次。当然，当时的世尊对于这种不是真正应该对的修行的法门呢，是有一些提示啊，当然有一些跟外道之间的辩解，比如有思想上的东西，基础上都会从因果上面去做一个检责。比如外道就波无因果，那有的外道是认为人是不需要怎么修的，而你到多少万劫，八万劫多久以后啊，你自然就会得解脱，因为你世间的缘结束了，你只要受苦受到那个程度就可以结束。但这是很多外道的想法，为什么？这个也是一样，大家都在修，可是不知道宇宙人生的道理是什么。那当时呢，印度大家想修行的人都到苦行林去啊，修禅修啊，那这个啊就得了个神通。话说这个修行人，他就修行修神通，哎，修修修，他从现在开始往前推，哦，推自己有多少事，多少事的时候开始修行，比如四万两千劫以前，然后呢，再往后推，我还要推多久，我还要修行多久，才可以毕竟了脱，于是推推推推，哎，加起来八万，他就看到这样咯，所以他就认为说，哎，我们人哦，只要活到这个时段，这几世之后自然得证解脱。可是对于轮回这一个区块就不再提及，人不是一直当人的嘞，对不对？所以当时有一些这是外道的理论，在世尊他在教导自己的弟子的时候，他说这是邪道，你们不要学。他并不是正面的去骂这些人啊，人家不好啊，人家都凊彩公共诶，我的才对。因为每个人都在自己体证的这个区块去认同自己的。所以药师佛的时候也是一样有这样的情形。根据这个经论所说，药师佛是不是已成佛？东方药师如来，对不对？那世尊当时是在我们娑婆世间示现八相成道，就是话说两三千年前，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事情。那这个地方又可以了解，我们佛门里面呢，其实行邪道不是只有外道行邪道，佛门里也有行邪道者，叫附佛外道。这个就说个故事啊，我们一般人呢。以前呢，传统的家庭啊，是不是你呢？有的人有拜公妈，有的有土地公，那有的有观世音菩萨后边那个观音刹那，对不对？那前面还有可能是什么伽蓝菩萨，这个叫做什么？哎，对哦，六仙，你看已经六仙，观世音帝君，对不对？好，然后还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可是在传统里面，你会知道自己是什么教吗？
很多人你问他说啊，恁家信啥？啊，阮家就信佛教，家乡叫做佛教，有拜拜叫做佛教。古早人是安尼想，其实这个是多神教。我们可能三太祖啊什么的，是不是台湾啊、哦？还有很多的地区，其实他们都有他们精神的啊、哦，在他精神需求的时候，作为一个指标性的人物。那这些呢？我们在我小时候，我也分不出这个是什么教。人家就问了、啊、这个问卷调查要写，你们家有什么宗教吗？我都一定会写佛教。因为根本不知道它叫道教还是叫佛教，对不对？ 就知道啊，就知道如果有人死了就写接引西方。接引西方就好像是佛教嘛，它是不会分。话说有一个女众，她都敢说她就是佛教的，啊，她就很信的，很信观世帝君，就是相信观世帝君。然后我们来听听他的佛教是这样的，他就信观世帝君。有一天啊，他就听人跟他说，跟他说你翁在外面哪，还有女朋友。哦，他就觉得心里真不舒服啦。于是他就走去台北那间叫做什么行天宫。哦，他就去行天宫拜拜。他说我是佛教的呢。哦，观音佛祖啊，观音跟佛祖都要念出来。他说观音佛祖啊，我这样信你这么久，啊，你爱好给我支持。他就去抽签，他就跟观世帝君说，啊，跟观音佛祖说，后面有观世音菩萨。他说，请你跟我说，我翁到底是外面有查某无？结果半杯是无。我不是无，你知无？啊，无的时阵，伊就感觉安尼放下，嗯，安尼神讲比人讲较准，哈哈哈！好，他就这样想。可是呢，没隔多久，哎，东窗事发，他真的发现他先生是有女朋友的，然后表明不再回来了，他也说他不回来了。伊遐另外有一家，一听了了后。听了了，非常非常的不信任这个观世帝君，他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惑。然后这中间他有很多很多痛苦的经验，包括自杀，包括自杀。然后他就去跟行天宫，他跟观世帝君说：“你哪会这么无意思？”他就明明有女朋友。我安怎甲你跋杯一杯两杯三杯，你拢搞神杯甲我讲伊无，安尼你这神是咧做啥？那伊感觉伊是佛教呢？伊讲安尼你是咧做啥？伊就从此不信，伊不再信他心中所认为的神，不信心中所认为的观音佛祖，其实一拜是。就是他心中认为的这种相应，能够给他某一些啊，某一些答案。可是这些答案都自己假设。你呐，我呐讲安尼对，你都给我一个神杯；那唔对，就是笑杯跟银杯。其实都是叫这些做选择题啦。说老实话，他就不信了，不信就转信基督教。那转信基督教哈，他开始。基督教要去，就是要去做礼拜，每个礼拜就去，然后去了就很开心，啊，很开心哈，这个基督教做礼拜不是最后有一个像佛教的随喜的意思，那个叫什么？哎，专有名词叫什么？奉献啊，奉献，对不对？他就奉献，那他每次就在50跟100里面起心动念。他还是会有想，他说为什么要奉献？我来家，我也不爱给你家，我也不吃啊，那我只是在听而已。那为什么要奉献？他心里就在这个所谓布施的这一块，他有一个疑问。但是最后他就想说，我还是用一个基数啊，用一个基本数，还是50好了。所以他每次去做礼拜，很开心的，因为已经设定好了。
所以他每次就投50块，50块，50块，偶尔回来晚一点就说，哎，我有在那里吃米粉汤，给那个50块给单，这个就完全没有教义。后来像到他得了病要舍报之前，有一天呢，他就在病房里面，他在病房里面呢就睡着睡着啊，就是迷迷糊糊了，就迷迷糊糊啊，然后他就睡着，可能就是睡的姿势跟那个心肺功能已经有问题了，呼吸呼不起来，就呼不起来，他就在这个睡梦中就看到一个黑色的布帘子，窗帘啊，黑色的布帘子就像卷过来，然后把它包起来，就把它整个人就一块布过来，黑色，然后把它整个人包起来，伊就翕袂来底，翕袂来底，啊，翕袂来底就袂穿开，袂穿开的时阵，伊就有个念头，伊就画画，观音佛做旧啊，照出来，伊唔是画阿门。耶稣伊唔是，结果伊是画观音菩萨救啊！结果伊画这声的时阵，这个布啊，这块布就怎啊，卷过、塞过，还有一个出口，怎溜出去？他一直从这个裹的这块黑布里滚出来，佮穿起来，伊把就精神了，就讲啊，我佮佛教。我应该登去信佛教，因为是观音佛祖救我，还是没有教义，这样知道意思吗？这个叫做没有教义，但是认为自己是佛教，这种人多不多？他都给真多真多啊！有的就是有事无恙，咱就紧来去求，紧来去拜啊，拜多几尊。其实拢是以心来去尊，真正世尊要讲佛法，讲的是什么？它能够让你毕竟解脱，那能够开启你的智慧，让你能够生命有一个广角无限的这样开发。所以现在只是在讲外道，这是叫外外道。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读这个，当时药师佛在的时候，有没有外外道？当然有。世尊在的时候有没有外外道？有。现在有没有外外道？依然是有。有的人听经听听，其实也没有把这个佛法听进去，就会讲啊，拢坑人做神啊。宗教不外是一个善，可是善有分有漏善跟无漏善，能解脱的，它是用佛性清净去做出来自然的六度，这个是无漏善，它就是叫功德。那有漏是我们内心里起一个造作的意思，我应该做什么事，那所以我应该要帮助别人，这样子来行善是一个开始，是必要的。世尊并不是说这是不必要，这是必要的，这是作义，如理作义嘛，用正确的来思维。所以在经论里面，它有分外外道跟内外道。那外外道讲的就是佛法以外的各种教说学派，广义来讲就是跟外道意思一样。那所谓的内外道就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我们一般来看外外道，你会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嘛，那不一样，彼此也是一种尊重啊，彼此都是一种尊重，无所谓。但是内外道他就会打着这种旗帜，打着这种旗帜，就像佛在讲末法的时候啊，狮子身上虫，狮子身上虫，意思说佛教之所以会进入到末法，那是因为真正所谓自己自称自己是学佛者，自称自己啊，在这个佛法的学习上面有某一些斩获，但是生口意其实是错乱的，那又把自己所体会的偏差的一点点的啊，这些境界拿来大肆渲染，说这个就是佛所教啊，它毕竟就是这个道理，
这种才麻烦呢。所以内外道包括复佛法外道，就是复佛外道，还有学佛法成外道。学佛法成外道意思说，仅习得佛法的一种之见或是一小块，然后就认为佛祖在说的不过是如此啦，执着执着说我知道这就好啊，这个就是全部的全部，然后没有精进，未是佛法之中道真髓，所以无法证得涅槃解脱。这种就是所谓学佛法成外道。在摩诃止观里面，天台智者大师他把外道总分成三类，叫三种外道。第一个就是佛法的外道，就是跟佛教的理论它有教义嘛，那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走的模式，这种佛法外道。然后第二种叫复佛法外道。复佛法外道，这个举个例，我现在呢学习的不错，我要来去出家，出家了后同算命同看风水，同看这什么好坏，这个其实行外道之法，是不是行外道之法？然后他说他身穿袈裟。在这个前一阵子有一个同学，他就十分感慨，他就十分感慨说，哎呀，我住在他住在一个清静的山区，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一间茅屋在那边清修。那因为他就在画一些佛像，那有人需要的时候就请，有一些寺院呢也有一些信众需要的时候，这法师就跟他讲，那他就画佛像，那他就说怎么办呢？有些时候我很不想把这些佛像给这样子的道场。我说为什么你会这种小烦恼呢？他说这个烦恼可大不小，因为呢我佛像挂在那里是多么希望大家能够遵循世尊所说的，开发清净的智慧，放下我执法执，然后四法印戒定慧，这样子修行。可是呢他固定的这个道场呢，他固定的第几个礼拜的第几个晚上溃白啦，你怎么办？然后呢还有就是固定都敢说我给你办事情，这件办事情我给你办成功，你现在卡到什么卡到什么卡到什么，办几十万，这是不是佛法？没有佛法，他没有讲经说法的，他没有佛经正统的东西，他只有说你有什么麻烦啊，你第三结功啊无超生啊，咧都绑，所以你要过继一个后裔，像这些事情，全部在搞这些游戏。他说：“我真的不想把佛像挂在那里，因为那是复佛外道。”这样知道意思？所以佛法真正会走到末法的时候，修行人呢，如果你没有听经闻法，没有正知见，是很危险的。那这里面呢，有情行邪道者，这些算不算？都算。但是这个药师如来他在因地当菩萨的时候，他就愿意转这些人而进入菩提道中，就回归转邪为正，回归正统的佛法的思想，佛法的生活行为等等。那对于佛典来讲我们也看到这个佛典呢，古大德说他叫我们不要随便读外典，不是佛典的东西。当然这是两派理论啦，他讲古德说，习外道典者如以刀割泥，泥无所成而刀日损。他说如果你今天再来读一些外典的话，那么就拿着一把刀在那边切根泥巴，可是这个泥呢
泥无所成，这个泥巴它也不会塑成你要的样子，两滴滴嘛，然后泥巴也不会断绝，因为你割完之后它又合起来，但是你的刀子会越来越钝。这是他的意思，是说，所以你们了洗干啦，还不好。然后又讲，读外道典者，如是日光，令人眼暗。他说，如果你还要读外道的典籍，那么就像眼睛去看到太阳的光，只会让你眼睛最后昏暗，而且浪费你的生命。那你的视力也会受损。这个是古大德这样说。但又有一派菩萨地持经，他讲菩萨道不是这样讲的。菩萨地持经他里面讲，他说外典之书啦，并不是佛教徒应该完全禁绝，不是佛教徒你就完全要切割，不可以的。他说是有条件的，如愚昧少慧之比丘，确实不宜旁涉外典。他说愚昧少慧，你没有辨别的能力，然后你其实脑筋不是很灵光，你所有的时间来记自己应该修行的东西都记不起来了，你还要分时间去读那些，那是对你其实是不利的，没有办法获得利益。所以他说不宜然，但是呢，如果明慧而多闻强识之比丘，那就应该花一点时间研读外典。如果你智慧是很，你很聪明的，智慧是很明朗的，那你看了之后会融会贯通，会比对，那么你就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研读外典，没关系，因为这已被他日吹拂外道。哪天人家在跟你讲这个理论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能就近不能就近是在哪个地方有所分野。或对治世间诸种不如法事之用，或是世间人有一些偏差的想法行为，那么你才知道如何导正它。所以对于这种外典，其实以菩萨道而言，也就是当时药师如来在因地的时候他行菩萨道，以他而言，他有这个愿心也有这个能力，他不排斥的，他不排斥。就像说儒家思想儒学在佛教来读过这个论语啊孟子啊这些来讲，他说孔子啊孔丘啊是菩萨呀，是菩萨，他很多是吻合相应于佛法里面讲菩萨道的精神，跟如何处世，跟如何去度化众生。但至于每个人修行最后得悟的内证的这些东西，那就没有办法来回答，来给予什么样的一种评论，这不可以的。这只有孔老夫子自己知道啊，对不对？也只有世尊他当时能够完备的三藏十二部流传下来，最后后人透过世尊所教的办法里面进入禅修啊，进入修行行菩萨道而证得解脱，来作为最实际的证明。那这个是在从外道的角度来了解说，当时的药师如来啊，他希望大家能够外道的就转到菩提道，那如果你只有在声闻独觉二乘的，那么皆以大乘最后能成佛的菩萨道将拉过来。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都走过这个过程。基础上最早佛陀在世的时候的弟子是根据听闻世尊所说的佛法这样证悟的，所以当时所有他的弟子们都叫声闻。那这个地方我们来了解声闻，所以以后只要用到声闻，我们就知道其实声闻还分很多种呢。声闻指听闻佛陀身教而证悟之出家弟子。那这里面呢，要解释的声闻就有三种，大乘一章里面讲，就得道之因缘而是闻佛之身教而悟解得道，称为声闻。其实这个世尊呢，开示悟入，
他把他所悟得的所有的内容透过语言这样说出来。所以我们能够今天有经典，是不是也是世尊他的语言化成文字，文字般若，所以我们这样来进入佛法里面。所以以得到的因缘，只要你是透过佛的这个法语佛法佛法而得到，而有那个契机而清净现前而学习，是不是就叫声闻？这统说声闻嘛。第二个，就所观的法门而解释它，如实地经论第四卷说，我众生等但有名故，说之为声，于声误解，故称声闻。对，我们所使用的是不是就是用声音来作为传导？当时世尊呢，世尊是用声音的。至于这些经典，这是后来世尊入灭之后这个大家舍结集经典，结集经典，还有五百位罗汉一起结集这经典，由阿难送出这个经的部分。所以当时是不是就根据这口耳相传，也是由声音作为媒介，所以是不是就叫声闻？所以声闻的意涵还包括这个。第三，就化他之偈而说，之偈说而解释。《法华经》里面讲，以佛道声令一切闻，故称声闻。所以这里面就是菩萨随意而称为声闻，这个是指第三个。就是他所说的内容是以佛所教的办法，佛所开眼的内容为基准，而来度化所有的众生。那前两个为小乘之声闻，得到的因缘所观的法门。那第三个呢，最主要是在讲菩萨随意而称声闻，还是一样用声闻的这个名号，但事实上他在传的是佛法，能够成佛的这个内容。那后面还有一个五种声闻的分法，这个是在法华文句里面所有的。那我们还是很彻底的，既然要读佛经还是全面的来介绍。第一种叫决定声闻，决定性就是这个种性不变，在目前状态不容易改变，为久习小乘，积劫到熟而证得小果。有的声闻就是他原始就是根据佛所说的这样，然后他要苦集灭道，他如何用修行的37道品来修正自己，让自己得证取证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一直到阿罗汉，这个就是决定声闻，它的种性就这样。现在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修行是真的这样，他认为说这个大乘佛法讲菩萨道、菩萨精神太辽阔了，太广阔，而且这个时间呢，近未来际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有什么样的答案，所以我就当时就根据世尊所说的《阿含经》的内容，阿含他明明白白的记录着世尊跟弟子的生活点滴，而且世尊说了什么话今天有一个人怎么样来请问世尊，世尊说了什么话，大家在阿含经的系列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佛是当时在2500多年前示现，从一个修行者到一个入灭，以一个人的形象，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完成了自在解脱，里面还透露出世尊所实质展现出来的老病死，有这些相状啊。可是世尊最后得证，在入涅槃的时候，确实非一般众生所能言语成佛嘛。那他的全身舍利呢？那分84000塔嘛。所以呢，很多人的修行方式来讲，他认为我只要照着世尊所说的这个办法去修，我如何慢慢的进入次第的修行，那我如何解脱，这种叫决定声闻。
那第二种叫退菩提声闻，为此声闻本习大乘，积劫修道，然中间未厌生死，退大道心，取证小果。退菩提声闻，这个我有碰过，有一个修行人，就怎么讲也不能讲可惜不可惜啊，他在一个大道场，就菩萨道场，菩萨道场的一个特色就活动特别多，活动特别多，因为他会很欢喜的，大家就有法喜嘛，然后大家一起修行啊，所以布施、持戒、忍辱啊，活动特别多。那他在这个道场里面呢，当义工啊，发心菩萨十几年，这十几年呢，他就带读书会啊什么的，什么都讲菩萨法。那读一读之后，到十几年后，他生病了，他生了很严重的病。那这个病让他刹那之间就没有办法转得过来。其实很多人在这个上面会退转，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你修行啊，你以十几年要来抵你千百世的业报，你以为你十几年就可以消灭过去的种种业苦，他认为我学佛我已经这么十几年付出了啊，关那够会破病哦，啊那也凶凶，体力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家眷也不谅解他，或许在金钱上面还有一些啊，就是大环境嘛，大环境有一些变异，好让他不安稳，于是他就不再去这个道场，不再去这个道场，他认为说学佛没有效，什么菩萨道，他果遥遥无期，他忘了前世因呢，此世果啊。此事所造来世果啊，对不对？你受报，你现在报得的是过去所造的耶，可能还有重报轻受，而此生此世你菩萨道的行菩萨道的这十几年的果还是在未来呢，你怎么在现在行的时候就有一个不正确的要求，希望三宝啊能够变现给你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三宝愿意啊，佛菩萨愿意啊，你的冤亲债主不愿意啊，问题不在佛菩萨，问题是自己这个上面的一熟啊，一熟的果，更何况自己还要等流习气啊，对不对？好，那话说啊，这个修行人啊，后来就听人家说啊，你得安尼修吼，你别先修了，你还是乖乖的哦，乖乖，跟我到哪个道场、哪个山上去，然后怎么修、怎么修，那怎么吃、怎么住，然后每天诵持什么咒，然后就去。他去到那边三年，果真身体有稳当一点。为什么稳当？可想而知，你本来活动很多嘛，很多是不是都在付出？然后人家跟他说，你这样子啊，你这个心哦太外放了，你都在付出，你都没钱啊，你个透支里面歪落去，对不对？现在要积聚自己的资粮，那这三年呢，你先做个切割，你好好整理自己，那当然呢，放慢脚步嘛，那也在这个修行的团队里面修行三年了，比较稳当啊，那稳当原来的这个菩萨道场的同参道友就跟他保持联系，然后问他好不好，他就说你过来啊，别傻了，我跟你讲，我们这里有很多得道者，我们这里有很多得道者哦，他们都昂格恰奇，两腿一盘，三天不出定哦，那我们这里有很多得道者，他都不攀世缘的，那你要，他说，那他就跟他的这个菩萨道场的同参道友讲，你免存盖贼，你提五十万来，你都包你啊，你用活一世人，练了生脱死，因为人家星星啊，你啊，因为不同区域嘛，不同国度，台湾的消费比较高，啊，于是他身体已经比较好转，然后他又可以侃侃而谈。谈到我怎么样的时候，他会经过什么样的一种体悟，我怎么样就经过一些怎么样的体悟，
侃侃而谈。哦，啊，这个道场里的同参道友就相约，干嘛说，哎，文耀，我们是不是在浪费青春呢？于是呢，就跟着他，就去到他那边，就跟他一起修行。可是这个人的种性就不一样的，有人在那里修行的时候，就觉得说没有错了，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你有一个自利的部分，还有一个利他的部分，你有一个自修的内容，跟一个你行菩萨道的这个应该展现出来实用的这一块。所以它是一个每个人你比例要去抓对，你比例要抓对，并不是他行菩萨道是错，是他当时自修的这一块，佛法的修行的这一块，他没有，他一直被行菩萨道这么一个美妙的、伟大的名号给迷惑了，然后自己自修，他刚刚做个天天天天天天，啊，等一到厝，明仔再背背起来，但是我爱过去做啥代志，就变成干落了，在变磨。可是你也没有，你有没有把这个法要起心动念拿来检核？你在做这个动机在哪里？他只是被工作挟持着。后来就有一些同参道友跟他去了之后，又一半又回来，一半又回来。然后回来，这些人跟他说：“那个是小乘的，不是小乘有错，而是你不开发，你就自己浸入在自己的境界里面。”然后与世无争，就认为说这就是我们的佛国。他就认为说只有他这样的一个小团体是才是最真实的修法，那其他的都不是佛法，是不是就是退声闻，退菩提声闻。那有的人回来之后就报告说，嗯，这个差异啊，这差异，因为他们厌生死，他们就一直谈到说这个生死啊，生死事是大没有错，可是这个生死讲的是毕竟生死，不是在讲我们一起生命的生死而已啊，他是在讲我们轮回，不是在讲一起生命啊，我怕我死了会到哪里去，不是这个，因为你还是有因缘果报，有愿力，所以他退大道心，取正小果，这个就是事实上有这样子的。那第三叫应化声闻，为诸佛菩萨为度化前二种声闻，就是为度化决定声闻跟退菩提声闻，所以呢这个一定是什么菩萨声嘛，就是内密佛菩萨之行，外现声闻之行，以劝诱小乘令入大乘。这个很有名的两位菩萨啊，就是无着跟世亲。无着跟世亲呢就做了很多论，无着跟世亲呢两个是兄弟。那事实上这种决定声闻跟退菩提声闻没有佛来做其实是度不起来的，因为他这种人来讲，他内心有一个自我认同，自我认同的境界，这个境界除了佛有那样的神通力能够了解他的境界，更能用更殊胜更圆满的境界献给他看，或是指导他才转得过来啊，要不然你平辈怎么转得过来，对不对？所以这种就是佛在华严经里面有讲，他说有的众生呢，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度他的，就自己的眷属啊，有的众生你现在就可以度他，有的是我出家之后才可以度他，有的是我行菩萨道的时候可以度的众生，但还有一种人是我成佛之后才度得动的。世尊就这样讲。所以各位，如果你发现你隔壁枕头都不好度，那可能你就要排顺位排比较后面，这样知道意思啊？那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父母不好度，或甚至于自己的眷属里面的晚辈不好度，或是高知识分子不好度，那么你一定要继续修学，等到你自己的内容饱实扎实啊，你在他之上来带他，是不是轻而易举？就是这样子。